爱情是这个世界上美好最隽永的花卷，爱上你我不后悔。公子别管我，你一定要把消息带出去。 OK， 非常棒，这情感这音色简直完美。夏小姐，您就是我的女神，是我努力的灯塔。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夏老师的水平啊？台爱了，你好，你好，请问你配的是哪个角色？为什么你的剧本和我们的剧本不一样啊？我配的是侍女云。侍女云？嗯。因为我们这个戏赶时间，所以辛苦大家一早过来撸裙子啊。我们的剧本有新的调整，最后一幕戏呢，我们会增加一个侍卫的戏。不好意思啊，导演，我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剧本上面没有侍卫啊？你配音的角色是侍女云。侍女云的戏不是已经被删掉了吗？换成侍卫了，你不知道吗？啊，老刘，嗯，什么情况？不好意思啊，出来，过来啊。哎，小宁，刘哥，抱歉抱歉，我忘通知你了，这个剧本改了。不是，我都已经准备很久了，而且这些台词我都记得滚瓜烂熟的。你这个侍女云啊，总共就这么一句台词，有没有一样？好吧。其实下次我们准备开始了，其他无关人员请尽快离开录音棚。啊，收到，导演收到。不是刘哥，刘哥，你这样，你以后记得叫我啊，我不挑角色，我知道，什么台词都行。行，走吧走吧。你记得找我啊。莫大大说过，通往梦想的道路永远都是崎岖的，所以还是开心的去见男神吧。过了一个有台词的角色，不过我现在很开心，因为还有两个小时就能见面了。停车！我的包！
我请你把照片还给我。这是我的照片。哎，还我手机！你这是当街抢劫吗？喂，哎，随便拿人手机，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窥探他人隐私，你知道吗？追车偷拍就不算窥探他人隐私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不计较，但我不希望有下一次。你好，今天算我倒霉，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小姐，我请你学会尊重别人。你还我照片，你给我。喂，你等等，下车。你跟我道歉。你这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觉得钱可以解决的话，打上面这个电话吧。喂，你别走啊！什么人啊？这么难听的名字。漫展庆典狂欢节于今日上午正式在本市会展中心开幕，现场众多互动活动正如期举行。令人期待的是，著名网络 CV 大神莫不语的线下见面会也将在今天亮相。其实今天除了见面会以外，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中元节。没错，我在这里呢，也要先带大家问他一个问题。莫不语老师，下一次的新剧准备什么时候发呢？新剧已于上周交映，后期顺利，其他配音也都顺利的话，最快下个月跟大家见面。就是您配了这么多角色，到现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玄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我出道的第一部戏，凤凰诀中的玄彻。我就知道，相信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粉丝互动时间，我们将从台下挑选一名幸运粉丝到台上来和莫不语老师一起来完成这个片段。哇，那我要选了。哇，那就请那边那位女生吧。我吗？对，是你。哎呀，小心啊，小心。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莫大，你好，我叫夏小宁。我追随莫大的声音已经4年了。
哇，那真的是非常忠实的粉丝啦！而且还看到你带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应援牌，这个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对，这些照片全部都是我自己粘上去的，然后每一张照片也都是我自己拍的，希望莫大大能喜欢。哇，真的是非常有心了。那小宁，你熟悉《凤凰诀》这个剧吗？我熟悉，这是我的入门剧，我每一句都能倒背如流。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玄彻这一生只为三个女人哭过，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易柔，还有一个便是麝月，但最终这三个女人我都失去了。为了我，你不值得。如果爱也有值不值得，那或许就不叫爱。麝月，若有一天你厌倦了权势，厌倦了武功秘籍，厌倦了勾心斗角，我在这儿等你。我不管日后如何，我只愿此时此刻我能够和你在一起。此时此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这位观众，我们要开始下一个环节了。莫大，那也请您下去休息一下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尘风女团为大家带来《寄相思》。注意看路，至于吗？对不起啊。没事，理解，理解。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故意撞我怀里的套路，太得人用了。哎，这人要是太有魅力，怎么武装都武装不住。莫不语。你也不过如此，和我比还差点。又是你啊！我警告过你了。我也警告你，你不要以为你把照片给删了，我就不记得了。你快跟我道歉，要不然我就曝光你。你不要再跟着我。哎，你等等，跟我道歉。道歉？对，第一，你弄脏了我的东西，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但第二，你无端抢夺他人财物，窥探他人隐私。第三，你出言不逊，说话很没有礼貌，难道你就不应该跟我道歉吗？别再胡搅蛮缠。我胡搅蛮缠？作为一个男士，要有一点点风度。
然后你就放他走了？要是我可没那么容易放过他。那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人早就已经走远了。他那句抱歉是因为非礼你道歉啊，还是因为抢你手机啊？谁知道呢？管他是因为什么，总之我觉得这个人啊，脑子严重有问题，臆想症。道歉这两个字儿吧，虽然字儿不多，但含义可丰富了。他那么轻飘飘地说出来，显然毫无诚意。你呀、啊、你都说近朱者赤，你怎么没有学到我一分的得理不饶人呢？嗯，请说我比较随和。对对对，你随和，随和呢就总得让自己吃亏。哪有啊，东西收拾完了没有？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等我明天面试完我就立马搬过去。说到这儿，我还要感谢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最善解人意的金瑶大编剧肯收留我。客气客气，本编剧受之无愧。把该签的合同签了，你胡闹我不管，但是忘川的合同不能耽误。行，我们今天不聊女人，也不聊工作，我们聊点别的。你知道我今天去哪儿了吗？对不起，我没兴趣。我今天去了莫不语的漫展现场。谢总真是有时间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把合同签了。哎，别嘛，我今天也好歹是深入虎穴，深入调查，彻底听见看见他的配音，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和你比起来简直差远了。他也不就是多年不露脸卖个神秘感的噱头，你给我个机会，我一定把你打造成配音界的第一把交椅。是吗？那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行，你再考虑考虑，咱们有的是时间。好了，不说了。哎呦，谢谢啊。你喝一点水吧。哦，谢谢你啊。其实我也有点紧张，你看我手心里面都是汗。我们保持微笑。
去你的！你知道这一瓶子下去的后果吗？你谁啊？你凭什么管我啊？哥，你怎么来了？你这哥，我告诉你啊，这小子莫名其妙打我，今天这事儿如果解决不了，谁也别想出这个门。你们谁在这闹事啊？哎，没，朋友，喝酒。坐下等我。Steven， 抱歉啊，又给你惹麻烦了。小事，我是怕你弟弟在这出什么意外，我担不起这个责任，才把你叫过来。谢了。店里有什么损失，我来赔。改天请你吃饭。好啊。对了，昨天有没有个女孩给你打电话？又来了，又把我的名片给谁了？一个奇怪的人。哥，咱们走不走啊？回家。看了那么多，你到底要什么样才满意啊？满意的自然就满意了。开始吧。我长得挺好看的，我的声音也挺好听的。我自己现在呢，对配音演员这个职业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只要稍加努力，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高颜值的配音演员。你是来面试配音演员，还是来选美的？听你的话的意思，更看重自己的外貌，而不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下一个吧。我很喜欢配音。但是因为，自己不太会说话。公司没有时间去教一个人怎么说话。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走了。你看，缩头缩脑的，连脸都不敢露。让后面的人回去等通知吧。不好意思，等一下，还有我，嫣然姐，接下来还有一个助理的面试，要推迟吗？夏小宁，我看过你的简历了，确实是里面最差的。我记得你不是学配音专业的，为什么想当配音演员？我在大学期间就很喜欢网配，而且我也在网上配过一些角色。我想到一家更专业的公司。你的资质当配音演员不够，不过我们现在还有个助理的职位，如果你确实有当配音演员的资质，后面可以通过调职当配音演员签约公司，你愿意吗？我愿意。嫣然姐，这个夏小宁感觉很一般啊，我们可以再找找。你不懂，恰到好处就是最好的。也是，一个助理不能太招摇，特别是放在某位老板身边的人，简单踏实普通是最好的。今天的面试官真的是人又漂亮又有气质，而且气场非常强大，你知道吗？更重要的是，他不但不以貌取人，不仅仅看重学历和经验，他更看重人是不是能够吃苦耐劳，是不是踏实肯干。听你这意思，他不要漂亮的，不要学历高经验多的，偏偏要了你这个完美避开了所有优点的小新人。
那是人家不肤浅。我看是你太天真吧。算了，以你的情商和智商还有社会阅历，我很难跟你解释这些。搞定，我累了，我想去洗个澡，你可以吗 ？OK， 没有问题。的学习配音了，记得你曾经说过，只要喜欢就去做。现在我终于做到了。训家怎么样啊？别又拖拖拉拉的不收拾啊。妈，我有你说的那么懒吗？房间我都已经收拾好了，发给你看一看。看，这个就是我的房间，环境也很好呢。漂亮吧？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面还养了好多花，哼哼哼，还挺好看的吧？嗯？不是，怎么又是你啊？你又在偷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一直都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这位先生，我看你不是得了臆想症，就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你以为你是谁呀？值得我跟踪？我还说你跟踪我呢。我不管你拍了什么，如果有我任何隐私泄露出去，我一定会用法律手段起诉你。你是不是有病啊？小姐，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如果你有觉悟的话，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否则后果自负。我还不想见到你呢。自恋狂，挺好的一天，大晚上碰到你这个衰神，真扫兴。如果他真的是私生饭或者狗仔，又要搬家了，简直是冤家路窄。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怪人一个。每一次遇见都是一种缘分。我们的世界中每天有着无数次的遇见，有无数种的缘分。可能有的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个浅浅的痕迹。
会这么巧吧？我去找 Steven 要钱，反而跟踪到了公司。说吧，跟踪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跟踪你。拜托，这位先生，按照你的逻辑和理论，是我先上的电梯，我有理由怀疑是你在跟踪我吧？你不说我报警处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有被迫害妄想症，麻烦你早一点去治。作为一个男士，不求绅士，但最起码的礼貌是要有的。就比如说，你现在还欠我一句道歉。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就道歉。连我在几层都调查得这么清楚，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发现自己理亏了？各位领导，早上好。副总好。这位是你的新助理夏小宁。Kiss on my lips, kiss on my dreams. See the light, light.